题不断，因为先前参加 BLACKPINK 的演唱会被大陆网友认为舔韩，在网上受到不少批评，新剧也因此传出撤档重审的消息。不过 Angelababy 的心情似乎没受到太大影响，还在微博上更新自己与贝克汉在澳门拍广告的画面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 Angelababy 穿着全白套装，而一旁的贝克汉则穿着白色 T 恤搭配卡其色外套，两个人看起来相当般配。其实在2019年时 Angelababy 与贝克汉就曾经在伦敦为知名酒店拍广告，但因为疫情关系，该酒店最近才正式重新开幕，为此两人又在同框拍同一支广告，并复制四年前演出时的模样，让网友惊讶直呼两人怎么能这么冻龄。